饮料不能带东西进来，带喝的东西进来。所以，假如您带东西进来，比像说拿来灌装饮料，对，水也一样，水也一样，就是不要喝，知道吗？就在这里面不能喝，你可以带进来没关系，但是不能在里面喝，知道吗？啊，因为这个牵涉到这里面整理维修的问题，那些打扫的OG上、欧巴上非常辛苦。那假如说你弄脏的话，他们要花很多力气去清理，很多力气清理，然后很多同学可能也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不小心就会造成很多另外一个人的麻烦。那你也知道我们这些OG上、欧巴上一个月领多少钱？一个月2000，没有那么长啊，又领最低工资。玉鼎最低工资19多少？啊，19480。对，而且他们每一年，像我们在公司工作的话，每一年都累计年资，他们这边是完全没有累计年资的，所以每个月就领19480，隔一年还是19480，他工作20年，每个月还是领这个钱，所以他领的钱非常少哈、哦。那他领的钱非常这么少的话，请不要再加重他的负担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来，我们社会学上个礼拜还记得吗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社会学一个重点，就是很多事情的发生不是个人的原因，是有个无形的力量牵动我们哈。然后即使大家的背景、家庭背景、个人成长背景都不一样，但是对于某些事情的反应都很类似，都很类似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一个社会规则，告诉我们要怎么做。那这社会规则呢？不用固定的写出来，你就知道要怎么做的。那社会学呢，就是要我们去发现，那个社会规则到底是什么，让我们会不知不觉就会跟着这些规定去走。还记得这张 PowerPoint 吗？还记得？啊，这个 PowerPoint 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在讲的那个一只猪跟一条狗怎能够升迁。很重要的人类社会的共通性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社会体系的规则是什么？以后呢，我在这里面关系，比如像那只猪跟大上司的关系，就影响到它的结果，对不对？升迁的结果。另外，我占据了什么结构位置？比如像那个老板，他在市场里面的结构位置，到底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，赚钱还是不赚钱的企业，都会影响的。这个结果出来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分析了这些关系跟结构之后，大概就可以知道这里面的人会怎么做反应啊、哦。你像我就会去找大上司的 X， 跟他联盟去打倒那只猪，或者是我去睡老板娘，然后呢让老板娘帮助我能够升迁哈、哦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社会学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讲一些社会学的一些。基本的一些更细部的一些概念，但是又很重要的概念、哦、同学，这是你期待的两人世界？不一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异性恋霸权的男女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那假如是同志团体，会不会是这样子？啊，有可能是这样子吧，两人世界。好，不管，我要讲的不是要讲同志议题，或者说异性恋霸权的议题，我要讲的是两人关系。两人关系，你没有听过囚犯的难题？有听过囚犯的难题哈？囚犯难题是什么东西呢？囚犯的难题，好，就刚才两个囚犯去做坏事被抓到了，被抓到以后呢，他就分开在两个地方审讯，然后呢，那个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，检察官就跟他讲说，好，他跟 A 这个。小偷说你只要承认你做了这件事情，那么假如跟你一起合作的这个 B 他也承认的话，那么你们两个都会被判6年。但是假如你承认 B 不承认的话，谁比较老实？ A 还是 B 哪个比较老实？ A 比较老实，那应该惩罚他还是奖赏他？所以他要判比较多还判比较少？比较少，所以他就判3年。那不承认的这 B 呢，讲谎话是不是要给他死？好，就判他12年。这个知道意思吗？知道意思。好，同学，我问你们，
假如你跟 你的同学去做坏事了，被抓到了，你招还是不招？你要招还是不招？想一想，为什么招？为什么不招？来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举手一下，举手一下。好，你可能会招的举手，可能会招的举手，可能会招的举手。一，挖算一下比例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，啊，十八。等一下我专门找不举手的哈。好，你不招的举手，你不招的举手。好，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八二十二二十二六八三十三二十二。好，大概四十个，大部分都不招。他没举手的是怎样？没举手是怎样？好，来问一下同学，大部分都不招，为什么大部分你 不想招呢？为什么不想招？那个，我问一下啊，坐在要坐前面的叫后面啊，叫后面的那个。最后面倒数第三排的这一排的女同学叫什么名字？对，就是你的同学叫什么名字？啊？没有声音。谢婷。谢婷。谢婷雨，好，来，谢婷同学来，你招不招？不招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怕变成这个吗？为什么不招？给个理由，什么理由都好。赌什么？无罪释放。赌这个，赌这个，赌对方，对方一定会招，一定不招的。哈，你跟那个朋友感情这么好吗？你最好的朋友是谁？来，最好的朋友是谁？这是你们组里面最好的朋友是谁？随便举一个好了。李佳怡。哎，佳怡在哪里？哎，我们组的。哎，你们组的。好了，你右边的同学来，同学叫什么名字？陈玉琼。陈玉琼。凡。好，玉凡来，你会不会招？不会。你也不会招啊？你最好的朋友是谁？好，前面的啊，前面的，来，来招不招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是有机会，我们都不承认啊。真的吗？好，那刚才举手的同学举手，你等一下那个觉会承认的举手一下，会承认的举手一下。好，那你给你右前方这位男同学好了，你为什么会招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不想招啊，就是招了。然后呢，包公在你前面就乖乖招吗？为什么？我比较胆小吧。啊？什么？我比较胆小吧。你比较胆小哈，所以你是比较胆小才会招。那刚才会招的同学举手，再举手一下。一二三，你是不是比较胆小的原因？因为那个十二年啊，然后又跟释放之间，你就折中，要么就三年跟六年，就赌一个啊。对嘛，最多就六年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就觉得最多是六年就好了。好，在经济学里面，经济学里面就会把人，或心理学里面就会把人分成什么？分成说啊，你这个是比较胆小的，你这个是比较冲的，反正最终判十二年我也没关系，或者是说我是理性的，他大概就会这样判，就会这样子决定说啊，最多判六年。这是经济学讲的，有没有道理？好，社会学会怎么看这个问题？社会学会怎么看这个问题？社会学会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就他不是把人分成说你这个人是你这个人是小孬孬，什么都不敢承认，所以呢就是赶快承认，或这个人很勇敢，反正我就是跟他赌了，赌性坚强的，不是。来，我们再问一个这样子的问题，假如这两个人是妈妈跟儿子呢，你觉得妈妈会照还不照？妈妈会照还是不照？ A 是妈妈好了，妈妈会照还是不照？到底照还不照？举一下，妈妈会照的，妈妈会照的，妈妈会照的举手，妈妈不会照的举手。好，大部分都觉得妈妈不会照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妈妈会糟呢？来，你为什么觉得妈妈会糟？你觉得呢？如果母爱这个情形不存在的话，你觉得有没有母爱存在？你妈妈爱不爱你？妈妈很爱你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妈妈会不会糟？你妈妈应该不会抄，好吧？那写了，你妈妈非常怪你。不会抄的话，这两个都不会抄的标准。好，妈妈不抄的话，妈妈会判几年？12年或几年？或5岁嘛，对不对？那儿子会判几年？3年或5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觉得妈妈会抄还是不抄？为什么？保护儿子嘛，对不对？保护儿子。那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跟刚才那种心理学分析有没有不一样？心理学分析说你这个人是小孬孬还是赌气坚强的，把你分类。我们这里有没有分类？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不是小孬孬啊，但是我们能不能知道他是妈妈还是儿子？可不可以知道？可以呀。好，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啊，假如是离婚的夫跟妻呢？招还是不招？招啊！为什么招？因为不爽他、啊。不爽他死，对不对？你离过婚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人家受过创伤，不要这样子好吗？好，刚才在这个例子的分析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去分析到个人的心理状态？有没有去分析到个人的人格？有没有分析他是不是理性？没有，我分析他是什么？对，社会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分析到社会关系，我们大概就可以预测他的行为是怎么样，而不是去猜你是不是理性的，你是不是小孬孬，你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。好，所以这代表了，这是我们社会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角色。一组关系里面就有一组角色，知道意思吗？刚才夫妻是不是一组关系？那是不是有一个夫跟妻的角色？对不对？夫妈妈跟儿子是不是一组关系？一组社会关系。那这一组社会关系里面就有妈妈跟儿子。那这些角色就会影响我们许许多多的行动，是角色去影响你，而不是你的心理状态去影响你。同学，这是很重要的概念，很重要概念。好，所以人我们的许许多多行为是跟我们的角色有关系，跟我们角色有关系。好，那这个角色又牵涉到我是谁，我是什么样的人。那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人的世界，自我是什么，自我是什么。好，看一个影片，这是猴子大学的某个系的，后面那个灯可以帮我关掉吗？高雄就是大学有一名学大学，是我们猴子大学的学长还是学姐？好，可以可以，来看一下，30分钟男变女神，好，看一下。
高雄中山大学有一名这个大学男生，他最近在综艺节目当中把自己打扮成娇滴滴的美少女，就这样在网络上一系爆红，有很多女孩都来问他化妆技巧，他只要花30分钟可以把自己从男生变成女生，这边不得了，走在路上有很多人过来跟他搭讪。勾人的性感眼神，浪漫长卷发，他就是网络超夯的美妆达人小四。高超的化妆术，很难想象本尊是个男儿身。男人到底怎么化才能变成美少女？小四装给你看。林三两家功夫脸妆大功告成，妆前妆后大 PK， 完妆后戴上假睫毛的眼睛整整放大2倍，脸蛋也小了一号，变成瓜子脸。五官变得超立体，和素颜的他判若两人。有谁？哦，什么啦？美不美？哦，谢谢。第一次进来就问别的学长姐说，如果遇到他，我要叫学长还是叫学姐？小四说想要变成美少女，得先背起全套刷具，眼线、眼影、睫毛膏、假睫毛，修容的腮红跟唇蜜也少不了。工具准备好，只要30分钟就能性感大变身。我们去买东西，然后旁边机车就是停下来聊天的人就会说，妹妹，睡哦睡哦，然后我就只好跟他说，我赶快走吧，我们有事情，然后我就赶快把他载走。因为装成美少女，在网络一系爆红的小四，身高171公分，体重60公斤，就读中山大学剧影系，从高三开始接触彩妆，已经有5年资历。完妆后的小四不但增加了自信，更增添了几分女人味。化妆不是女生的权利，我化妆我做自己。跟陈记者好，例如高级报道。好姐美不美？买不买？帅不帅？丑死啊！哪里丑？很漂亮，为什么丑呢？没有很媚，还没有很媚，好 ，OK， 没有很媚。啊，来，同学，来，你们讨论一下，你们要不要再看一次？为什么不要？好，谢谢你们。好吧 ，OK， 来来来。来，我问一下，他最后面讲了一句什么？我化妆做自己，他的自己是谁？啊，我化妆我做自己，他自己是谁？一二三，第一，他是没有化过妆的男性，还是没化过妆的女性，还是两者都是？他说了，我做自己。化妆不是女人的权利。来问一下，举手一下，你觉得他是属于第一类没化妆的男生的举手。啊，没有人认为他是男生哦，一个，只有一个。好，你觉得他是化过妆的女生的举手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。好，觉得他是女的，觉得两个都是的举手。大部分都觉得两个都是。同学，为什么你觉得两个都是？对，问你。他觉得他化妆有自信，像女生，但是他本质是男生。你怎么知道他本质是男生呢？他搞不好本质他是觉得自己是女生啊。男生一定存在，为什么？生理上可以变性啊。什么？他没有变啊，他没有变，所以你觉得他也是，两个都是。他觉得他是化过妆的男生。OK， 他一个类别，化过妆的男生。为什么你觉得他是化过妆的男生？他就是男的，怎么看出来的？生物学上，他隔壁的。那同学觉得呢？生物学上男生，啊，社会性的呢？对，他自己觉得。那你觉得他是男的女的？你还觉得他男的？讲他跟你讲过我是女的，你还说他是男的？你是男的。好，这里就是我们社会学里面讲的两个概念，一个叫爱，一个叫me。
刚才同学讲过生物性的爱，爱是什么？爱是这个有一个叫做我，叫做我那个东西，那个我是什么呢？不知道，我是什么不知道，但是别人会不会看你？别人会不会看你？说别人看到的你跟你自己认定的我会不会一样？所以刚才这位同学说，我认定他是男的啊，可是搞不好这个小四，他觉得我这个爱，他这个爱，就觉得是女生啊。所以呢，在社会学的概念底下，这个爱好像在心理学里面，他都会讲说啊，我们要追寻自我，我真实的自我是什么东西。可是在社会学里面讨论的不是那个追寻真实的自我，好像有一个真的自我在那边，我们要努力去追寻，不是，而是去看说那别人怎么看你这个人。所以我们在社会里面在行为的时候，会是不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？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老师点你起来发言，你会不会觉得丢脸？不会，你可不觉得丢脸，可是你就觉得很讨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在讲说啊，追寻自我要到达什么地步？实际上，别人怎么看你这个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社会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也就是刚才讲的角色的东西，角色要区分出我这个人跟我这个角色是不一样的，听懂这个概念差别吗？好，请问一下这个教室里面有几个王红人？一个。那这个王红人他扮演什么角色？什么角色？对，就是老师，在家里面，老公，还有呢，爸爸，还有呢，赚钱的机器人，还有呢，他什么？妈宝好，还有呢，中年男子好，很好，还好你没有说已经老年男子了，中年男子好，所以这个王红人是不是同一个人？是同一个人，那但是角色是不是有很多？角色就是我在跟不同的人交往的时候，人家怎么看我？所以你们看我，你会看到是王红人，还是看到老师？基本上你们是以老师来对待我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区分的我跟角色是不一样的，这是很重要的概念，这是很重要的概念。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分析事情的时候。还记得上礼拜我们分析那只猪跟那只狗的时候，有没有提到那个猪跟狗的名字？没有。那我们分析它什么角色跟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记得区分这个很重要，这概念很重要。所以区分马英九跟水母一不一样？我要讲马英九这个人跟总统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马英九是不是只特定的一个人？总统呢？角色，所以是不是很多人都可能去做总统，对不对？总统可能是陈水扁，可能是马英九，可能是习近平，好，还有可能是谁？哎，你不晓得，快同意了吗？好，好，所以这里呢，别人看我，看到的是一个me，你看到我是一个me，也不是看到一个爱那个东西，就看到me。那期待我的，你会期待我就是扮演那个角色，都是老师这个角色。好，所以呢，老师这个角色有没有一些期待？你们期待老师是什么？什么？教书？还有呢？会当学生好，很好，这句话我记下来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你们期待老师什么？大声一点，来，女同学，你期待这个男老师干什么？带我穿过节走十分大。
你看到右手行政大楼，好，下礼拜我们试试看哦。好，好，当然你会觉得你要穿着像个老师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再穿短裤了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呢，你上课要讲笑话，不要让我睡觉嘛，对不对？很重要的是不是要公平对待每个同学？是不是不能说啊，这个女生比较漂亮，这个男生比较丑，说我对女生比较好，男生比较不好？或者是我是同志，所以我喜欢这男生，我给他分数高一点，我给女生低一点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不可以嘛，老师的角色就是要公平对待每个学生。好，这是你们看我期待我的一个角色。那可实际上那个爱是什么呢？那个王红人是干什么的？您知道吗？这个王红人呢，可能就是，对啊，我喜欢在家里就啊、哦，天气这么热，我喜欢脱光的衣服在家里睡觉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呀、啊。虽然我是很不喜欢讲话的，你看我在这边这么憨，可是我回去以后就像自闭症一样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而且他可能会偷偷勾引学生的人。好，这个我在这边能不能做？我可以在这边裸体，还可以的。我能不能去勾引学生？还可以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就说这就是刚才角色您期待的，跟我实际的爱是不太一样。那您期待我会表现出什么样子？你觉得我会表现什么样子？好。所以实际上我是会表现出比较符合大家期待的角色的行为，而不会变成一个真实的自我。我喜欢裸体，我可能在这个裸体，对不对？我其实很不喜欢讲话，可是我拿起麦克风来我还是必须讲话。然后我喜欢勾引学生，我能不能去勾引学生也不太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 OK。 所以这个就是社会学很重要的洞见、哦、就是这个概念，这个概念请把它记下来。接下来哈，就是说主观的自我，就我想要做什么，我想要做什么，这是非常主观的，就是爱，就刚才我讲的那个，我想裸体，我想要闭嘴，我想要去勾引学生，但实际上我又必须公平对待每个学生，我必须穿着得体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角色跟主观的自我要分开来，要分开来。分开来，那我们把它分开之后，我们就不会在那边骂说啊，马英九真的是一个烂人，你看从小到大只会补裤子，什么都不会做，好，因为我们是这个是在批评他这个人。那实际上我们不瞒他的是什么？他在扮演总统那个角色没有扮演好，对不对？是我们对总统角色的期待，发现他啊真的是做得太烂的。所以一样的，你对老师，可能某个老师教的真的很烂，他根本就是上课就在胡扯，然后课本就从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下课。好，这样的老师，你会说这个很烂，还是说这个老师很烂？老师嘛，搞不好这个人非常好啊，下课要请你吃饭，对不对？好，分开这两个概念，老师是一个角色，那个人王红人是一个自我，分开来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去看人的行为才能看得清楚。人的行为几乎都是由社会角色来决定的，不要忘记，就我们人的行为几乎都是由角色来决定。您在这边的人会这么乖乖的坐着，是因为你们是扮演的学生的角色。假如您现在扮演的学长的角色、学姐的角色，然后呢，我这边扮演是学弟的角色，我们的互动会是这个样子吗？当然不会啊！你们开始去高阶的学弟说：“啊，王总，你开学不要去修啊，每天累个半死啊，怎样怎样。”你们可能会这样讲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人的角在这里很重要的那个概念，还是在把那个人跟角色的观念分开来，我们才能看清楚为什么他会这么做。到这里问题，到这里问题，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开始来了。人跟人之间会相互在一起嘛，互动嘛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有没有修陈美华老师的课的？举手。美华老师的课，啊，一个，这一个同学，两个同学，你有修吗？啊，你没有修。好，美华老师的课，好。那、啊、请问一下，
王宏仁老师跟陈美华老师，可不可以办公室恋情？可不可以？有人反对，你说爱上了我，所以反对，还是爱上了美华老师反对？好，你觉得可以的举手，你觉得可以举手，你觉得可以，你觉得不行的举手，可恶极了，怎么可以？好，没有人反对啊、哦，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可以？那是我的事情。好，那我再问一下，那再说一次，各位师生恋，可以，真的可以，你是很想，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来，我问一下，问一下，你们觉得社会系，你觉得你可以师生恋的举手，觉得可以的举手，什么我可以？你觉得可以师生恋的举手？好，觉得师生恋不太好的举手。还都没有人了，哇，真是奇怪耶，真的是你们社会是很乱的。真的可以？好，我觉得很奇怪呢，很奇怪。同学，你们都觉得可以？来，每天都这样子，好，已经失恋很多次了，来来来，这边的修过美华老师的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侯一婷。啊，侯一婷，好，一婷来，你觉得为什么？为什么可以师生恋？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可以啊？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可以？因为就是现在是一个开放的时代，一个开放时代，爱怎么恋就怎么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为什么十八岁以下不行？来，这里未满十八的举手，未满十八的举手，来举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一个，两个。那假的，哈哈哈！来来来，那位同学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伟忠，好，来伟忠，来问你，你觉得可以师生恋对不对？嗯。为什么？就都有感觉，感觉对了就对。感觉对了就对了哈，对不对？身高不是距离，对不对？年龄不是问题，对不对？长度也不是问题。哈？什么？现在什么？纯纯的爱。啊、真的呀、啊，哎呀，好，可是你不觉得外面的会觉得你们社会系很乱吗？是老师吗？啊，我跟你讲，教育部有一个公文哦，有一个公文说学校老师禁止师生恋，他只要师生恋被抓到的话，老师就排逃。排逃是什么意思？对，简聘就请你走路。哎，为什么教育部要这个公文？为什么？来，隔壁女同学，蓝衣服的女同学，你为什么赞成师生恋？跟教育部为什么会发这个公文呢？我没有赞成。你反对吗？来，你反对吗？对啊。真的、啊，来讲一下理由，为什么你反对？因为就是感觉师生恋就会多别的什么成绩关系之类的。怎么？成绩关系会怎样？就有利益关系，然后就是学生被逼迫做一些奇怪的事情。学生被逼迫晚上十点上 FB 是这样子吗？同学讲的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？有啊，有道理。那你觉得这样子可不可以师生恋？还是可以？来，你给后面那男同学，来，男同学，你想不想师生恋？对，没想过，没想过，哈哈，那个还没十八岁，那你赞不赞成？是不反对、啊。你还是反对了，听他讲一讲就反对了。我说是不反对。是不反对，为什么不反对？没差。没差，可刚才那个女同学讲的啊，有没有撞？刚女同学讲什么？你听到吗？就说，哎，假如我跟这位女同学师生恋的话，啊，不是，我假如跟那位男同学师生恋的话，然后我是不是要对他好一点？啊，我要不要告诉他可能的考题？那我是不是要给他分数最高？假如他是我爱人的话，是不是？那、啊、你觉得，哎、啊，旁边右边的男同学，你没有跟我师生恋，你觉得这公不公平？啊？不公平。他不公平，是因为你没有跟我师生恋不公平吗？还是你觉得为什么不公平？他成绩比较高，他成绩比较高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成绩比较高？因为
师生恋。好，因为他跟我师生恋，所以成绩比较高。啊，你没有跟我师生恋，所以成绩比较低，公平吗？不公平。不公平？为什么不公平？我明明跟他是爱人，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子？因为我跟他同学。你跟他同学，你又没跟他师生恋。那你同学，你刚才为什么觉得不公平？为什么你觉得不公平？来，你给那个站右边男同学好了。来，你为什么不公平？没有，因为大家都是同学。大家都同学嘛，干嘛这样互相斗来斗去？对啊。对啊，所以应该分数给一样，对不对？就看上课表现。看上课表现。对。啊，可是我是他的爱人啊。你给你问你，你假如说交了一个爱人，你想不想给他最高分数？那个下课再聊就好了。现在是打分数，打分数的问题，不是上课下课聊天的问题。上课我当然不会跟他卿卿我我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啊，可是下课以后偷偷给他啃高分，可不可以？也是可以。啊，也是可以。那你不觉得不公平吗？偷偷来就不会了。偷偷来就可以，偷偷来就可以。来来来，后面啊，后面女同学，女同学，你觉得偷偷来可以吗？还是不行耶。还是不行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就是变成说他们之间关系没有分得很清楚，就是可能爱人归爱人，可是在学科上就是还是要分清楚老师跟学生，就是不能混为一谈这样。所以老师要公平对待每一个同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假如是爱人关系他，我能不能公平对待每个爱人？可不可以？不行嘛，我当然只能给我爱人唯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就是我们社会学里面讲的，对不起，你社会学那就深了哦。角色冲突，角色冲突，概念这个叫角色冲突。刚才我是不是有两个角色？我哪两个角色？老师，另外一个爱人，这两个角色有没有冲突？有冲突，对不对？有冲突，所以呢？假如我要扮演好老师的角色，我是不是要公平对待每个人？可是我要扮演好爱人的角色，我是不是要只能对一个人特别好？那这是不是有冲突？好，这个叫角色冲突。角色冲突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天在出现，每天在出现。你像刚才我讲的，我很想勾引同学，可是呢我就是当为老师是一个角色，我就不能勾引同学。同样的，比如像这个，在婆媳纷争里面，婆媳纷争里面是婆婆跟什么媳妇，那里面的儿子，你们看那个风水世家的时候，那儿子是不是常常不见的？为什么没讲话？为什么风水世家儿子就不见了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对对，两边都不是人，两边都不是人是什么意思？他扮演了几个角色？两个，哪两个角色？儿子还有什么？老公。好，当儿子的话对妈妈要怎样？孝顺。啊，当老公的话对太太要怎样？孝顺啊，要孝顺太太好了。OK， 那当两个都要孝顺，两个吵架的时候，你要站哪一边？站哪一边？站旁边。站旁边。好，站旁边，默默的不讲话。真的有人这样子，就是婆媳吵架，吵架到儿子去跳楼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没有办法从这个角色的冲突底下抽身出来，因为两个他都是要去扮演好他的角色的话，会不出问题。会啊，好，人生就是常这么无奈。有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啊，你这个老公为什么也不讲一句话帮我讲话？啊，妈妈也会讲说啊，你这个儿子为什么不帮我讲一句话？没办法，他在两个关系底下，他各要扮演好角色的话，就会这样子出现。好，所以角色冲突会这个样子。那请问一下，水母总统可以向嫖子要求惩罚、起诉他的检察官吗？下嫖子什么意思？命令，就说你知道，
检察官是属于法务部，法务部属于行政院管，行政院是总统管，对，所以他管的。那检察官他是要独立行使职权，所以检察官侯官人就起诉了马英九，后来马英九就告他，法院判他没罪。然后呢，他站在总统的位置，他能不能下一个条子说跟法务部长，法务部长那个检察官是法务部长管的，然后法务部长又总统管的，总统能不能下条子跟检察官说你还是要给我惩罚他，可不可以？当然不行啊！为什么？他扮演的是一个公正的总统的角色，他跟他个人的利益是不是必须区分开来？那他为他个人的利益去破坏这个总统角色，可以吗？当然不行啊！因为我们期待的总统是公正的，尊重司法的，尊重立法院的。可当他为了政争，他不尊重司法院，也不尊重立法院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当然不行。所以他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违背了我们期待他的角色。好，所以跟马英九这个人，我们不是说马英九这个人烂，而是说这个人去扮演这个角色是扮演的太糟糕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同样的，老师能不能指导自己学生写论文？可以。为什么可以？他是学生，然后呢，你把他当学生，你会把他当你的小孩，会不会？好，同学，你爸爸妈妈是老师的举手一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好，你有爸爸被爸爸妈妈教过的举手，被爸爸妈妈教过的，只有你一个哈。来，你讲一下你的感觉。我爸爸掉下去，掉到天花板。好，听到了没有？自己给爸爸妈爸爸教的时候，爸爸发现我不能教我小孩子的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办法公平对待他跟其他的人，所以只好他、啊、是你爸爸掉走，不是你掉走哦。啊，你掉别班，对对对对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我一方面要对我小孩子，我是不是要对他非常好，非常好？对。那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假如说我要公平对待每个人的话，我不能对他太好，是不是有冲突？所以假如我有一个儿子，他写了一本很烂的论文，我要不要让他毕业？不要。是从什么角度看？老师啊，可是 他是我儿子呢，磨练他，我想让他过，我不想磨练他，可以吗？对啊，他是爸爸老师，我同时当他爸爸，要当他的老师，会不会有冲突？会，所以这发生过哈。文化大学的校长指导自己的女儿，然后就毕业了，后来发现那本论文80%都抄他妈妈的。可以这样子吗？好，所以角色冲突，我们看到的事情都是从角色冲突来看的话，就会有很多新的发现，跟这个人本身没关系，还是回到刚才社会学讲的概念，这个人跟这个角色，请把它分开来，知道吗？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休息10分钟哈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戈夫曼的剧场理论，好不好？休息十分钟，休息十分钟。所以10:05上课。Thank you.
怎么办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要难过。对，然后就如果有制服就尽量穿，那如果每次不看你要不要去借一下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是10月1号星期五晚上6点在多用途大厅，大家知道在哪吗？就是在全家楼上进去，然后看到单梯在往里面走，会有一间。对，好，对，记得要办什么？哦，没有交清洁会费的，当天要交100块。然后当天会有晚餐哦，所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还是会学加油。Thank you.
快点！来，老婆跟鼓掌一下，快点！
来，可以加分，好不好？加分快点，加分快点，来上去啦！那我们一起啊！好，来，行，加一分就变成0.5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快点，走，上来，健康操，快点，再来鼓掌一下，鼓掌一下。哎呀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，快点，来。啊，同学来，快。来，旁边同学推他出去，快点，把他推出去，快点。哎，你那个高难度动作我还做不了嘞，真的，来，快点，来，同学再给他热烈掌声一下。